贺命镇抚使臣叛，即刻前往蜀地巡抚衙门，护送碧血苍穹，否则有误。真诚来的锦衣卫到了。下官恭候多时啊！东西呢？在库房，重兵把守，请速去取来。好，快去！是。大人，不留下吃个饭再走啊？皇命在身，不敢耽搁。可是你们只有三个人，要不要加派兵马给你们？不必了，人多招摇，我不想节外生枝。这何人？南镇抚司镇抚使，詹灿奉命来取回碧血苍穹。两个詹灿，来人！赵凤。
来，幸亏几位大人及时赶到，不然下官啊真的要被那个贾占灿给迷惑了。请，请。来倒酒。不必了。看来詹大人和赵大人不像我等是贪杯之人呐。谢谢魏大人以美酒招待，可是我与赵放都是不胜酒力之人，所以只能浅尝辄止。 皇上派出了锦衣卫，现在正准备带着碧血苍穹返回京城。据我观察，这几个人武功高强，要想取回碧血苍穹，还需从长计议。从长计议？要我说，我就直接带人过去杀过去，杀他个片甲不留，直接把碧血苍穹抢回来。族长，我们只想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，不必节外生枝。 詹大人，怎么这么着急出发呀？此番回京路途遥远，任务艰巨，以免夜长梦多。那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，下官精心挑选了几名侍卫，护送大人出城啊。魏大人万万不可，你如此兴师动众，恐怕会徒生事端。哎呀，大人明察，您就是借下官一百个胆子，下官也不敢造次啊。下官这里天高皇帝远，还望大人回京之后，在皇上面前替下官多多美言几句。 这碧血苍穹好歹也是个绝世宝贝啊！来，这一点小意思，还望大人笑纳。张大人，张大人，上！ 这半日走了也有百十来里，我看前面驿站还有很远的距离，不如我们在这儿随便吃一点吧。嘿，好吧。哎，客官，里边请。老板，送碗茶。好嘞，茶来了。 Thank you.
他们闯进鬼王地界了，那怎么办？东西还在他们手里，不能再追了。我们和鬼王有盟约的。小青，雷哥，鬼王要是察觉我们进入他们的地盘，那两边又得起战争了。算了，先回族里再说。 玉大哥，我们已经遍历官道很久了，这地方确实诡异啊。总之，我们一路小心。赵方，仙界上面有没有记载过这个地方？没有，我们今天已经走两百里路了，不可能再回去了。而且我们回京的日期也是有期限的，现在没别的办法，只能继续往前走，走一步算一步，直到我们找到官道为止。那好。 那我们先去前面看看。就，啊，久违的味道。 真行，白天没有人，一到晚上全冒出来。找个人问一下。好，我去打探一下。 大哥，前面有个客栈，我们去看看。进得来，不去，死得去，活得住。 哟，哎，几位爷来了啊！哎，这是吃饭呀，还是打尖啊？吃饭。好好好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来来来。几位稍后啊，稍后马上就来啊。大家小心。 别抢了！来来来来来！
老婆，你醒能让姑娘我看中的人，那肯定是老天作和，万里挑一。小辣椒，热脸贴冷屁股，还是跟大爷喝酒吧。面子的话，就把这碗酒给喝了。姑娘，我们萍水相逢，说不上面子里子。今儿这台阶，姑娘得下，你得给。要是我不给呢？小好的，人家把你的东西都给弄湿了。这东西就交给姑娘我来帮你拾掇拾掇。姑娘，我劝你还是把手放开。放开就放开嘛。哎呀，这上杆子的买卖都输惨了，裤子都输没了。掌柜的，骰子来了。要输就输个彻底，今天谁敢和你姑奶奶赌一把，要是输了就跪下来给你姑奶奶磕三个响头，要是赢了，那姑奶奶就是他的。Thank you.
想好的，咱们来日方长。幸亏你拔刀相助，把我们族人的东西还给我。我们奉命行事，恕难从命。碧血苍穹是我们女西族的圣物，你们说抢就抢，你们是强盗吗？放肆！姑娘，我看你伤得不轻，这个金疮药你拿去。是是是，我们是废柴。嗨，要不是那青衣女子捣乱，我们都已经得手了嘛，害我白白挨了姑奶奶好几巴掌。哎，不过也值。哎，姑奶奶这巴掌，这世上有几个男人？说明了，那包袱里的东西并不寻常。不能这么等下去，小青现在处境非常危险，我们要闯鬼王的地盘，把小青和碧血苍穹带回来。雷哥，你们闯入鬼王的地界就是要与鬼王宣战，我们维系了数十年的和平局面就要打破了呀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出发。
好的，又见面了。把东西给我。锋芒刺骨，女西族的呀，怪不得。你是不是忘了我们之间的盟约了？你这样是想要挑起我们之间的争斗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好，这笔账我们回头算。撤！把我的东西还给我。姑娘，看来你跟他们是有过节的，还要与我们为敌吗？看来你们没能给我带来好消息啊。那些人并不简单，我猜想他们八成是锦衣卫，而且是锦衣卫里的高手。医生，你可别忘了，这是我鬼阵的地界。女西族也掺和进来了，现在是他们两路人马在对付我们，看来这一场大战是不可避免的。召集所有弟兄，把阵子给我封死。今天晚上我要好好的跟他们玩一把。那女西族该如何对付？鬼阵的规矩不能坏，既然他们先毁了盟约，那咱们就借此机会彻底铲除女西族。都下去吧。他们没有伤到你吧？没有，只不过我与这帮人交过手，他们绝非等闲之辈。现在又有了女西族人的帮助，只怕我们这些人的势力远远不及他们。大王，您真有把握？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
老大，你说我们还回得去吗？你放心，我们一起来的，就一起安全的走。他的伤太严重了，你那个药根本就没有用，要用我们女西族的法子。对了，你不是在水里疗过伤吗？对不起姑娘，我不是故意偷看你的，我只是担心你一个人受伤，这样离开会有不测。他的伤太严重了，你那个金疮药根本不管用，要是能及时赶回我们族里，我们族长有法子救他。好，那我跟你一起回去。你放心，如果能救活我的兄弟，我詹灿绝对不会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大哥，借一步说话。大哥，你真的信他们吗？他们女西族跟那帮人可是有仇，要是去他们那儿，我们会有麻烦。元玉，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？前面有个衙门，我去看一下。哎，大哥，我和赵放去吧，你在这儿看着春吉就行了。咱们可不能再这么走下去了，再这么走下去，咱俩的命可就全都交代在这儿了。那你有什么办法吗？不知道，春吉现在已经撑不下去了，我们带着他，我们也一样走不出去。即使我们走出去了，我们也是跟着那个小娘们到他的地盘上，到时候还不是一样人宰割？或许那些人真的能救老韩的。别傻了，他的重点根本就不是救人，而是那块碧血苍穹。而且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他真的得手了，我们怎么向皇上交代？
可别忘了，咱们是皇上的锦衣卫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听大哥的。走吧。大哥，怎么样？我们中埋伏了。看来此地不宜久留，赶快扶春姐离开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先把话说清楚。大哥，你难道真的以为他能救春姐吗？就算他真的能救春姐，难道你还真的要把碧血苍穹交给他们吗？你别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，大哥，你理智一点行不行？你是说？要放下春吉不管，春吉是你的兄弟，也是我们的兄弟。你以为这么做我会忍心吗？可是你别忘了，我们是锦衣卫，完成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才是我们的使命。而且我认为，只要能完成任务，即使有所牺牲也是应该的。姚孔，你别说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四个人一起出生入死，只要春吉有一口气，我都不会丢下他不管。你要离开，你走，我不会怪你。张放，扶春姐走。大哥，姚孔，我们可是出生入死的兄弟啊！我们是兄弟，但我们首先是锦衣卫。你，碧血苍穹，留你们一条活路。赵峰，大哥，他们是不会留活口的。我牵制他们，掩护春节他们走。大哥，走一个是一个。瓮中的鳖还敢耍花活？兄弟们，准备！我守外边，我也去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詹灿，
我知道。你叫我小青吧。这个镇上的人，那鬼王，他应该是你们的敌人吧？可是为什么你对你的敌人还那么仁慈？刚刚我们差点死在他们的刀剑下，你还为他们祷告。在你们眼里，我们都是一些不开化的蛮夷，但我们族人并不喜欢斗争。我们跟鬼王制定盟约，也是为了避免斗争。但是你们抢走了碧血苍穹，也将我们卷入了这场斗争。皇命难违，这块碧血苍穹到底为什么对你们那么重要？传说碧血苍穹是女娲娘娘补天时留下的一滴泪所化的，我们世世代代都守护着她，就好像守护着女娲娘娘的仁慈。所以守护碧血苍穹就成了我们祖祖辈辈的职责。就算与当今皇上对抗，也在所不惜。可是人这一辈子，不就是要做喜欢的事和值得的事吗？向大哥汇报一下吧。这个时候还汇报什么呀？正好跟着他到他老窝去摸清他们下一步的打算，总比在这儿被动挨打强吧。可是，你真是……我看外面有状况，你看着春姐，我去看一下。两个人谁会先开口呢？你为什么没见过？有本事给爷来个痛快的！詹大哥一定会没事的，你是好人，詹大哥也是好人，你们一定会没事的。詹大哥，赵芳他们出了事，我们得尽快离开这儿。
可是，我昨晚离开的时候，把这个东西放在春吉身上，我怕落在鬼王手里。那你就不怕我半夜发现了，带着碧血苍穹离开吗？你不会，你不会丢下春吉。你这么信我？这东西本来就是属于你们的，我会掩护你和春吉离开鬼王之地，到时候春吉就拜托你们族人了。那你怎么办？我不能走，赵方元玉还在他们手上，我不能丢下兄弟。想好的，鬼王有请，让你带着碧血苍穹上山和你二位兄弟喝喝茶，迟了可就见不着他们了。老大，春吉，没事，我还死不了。老大，兄弟们，一起来，一起回。放心，一起来，一起回。干什么呢？我来见鬼王。跟我来。大哥，大哥，把我兄弟放了，东西会给你。大哥，碧血苍穹不能给。爽快，一块石头换两条人命，给你赚到了。詹大哥，万万不可！你个臭丫头，少啰嗦，当心我杀了他们。碧血苍穹拿过来，把你的人带走。把碧血苍穹给你，怎么能保证我兄弟能平安离开？你觉得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来这儿就没有想过要活着回去。可是我兄弟不能平安离开这里，你也休想可以得到碧血苍穹。余家，放他们下来。现在可以把碧血苍穹交出来了吧，大哥？走！把他们给我杀了！Right.
赵峰！他们来了。快不行了，你们快走！赵峰，大哥，我们来杀，我们还做。敬重有事，一定要把他们带出去。组长，阿依木，咱们又见面了。鬼王，你们违反盟约，不宣而战，进入我的地盘，杀了我不少兄弟，这笔账怎么算？是我们违背盟约，有错在先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给你个交代。好，我们的账我可以慢慢跟你算，但是这几个人今天你得给我留下。他们几个是伤者，我们不会就此不管的。你的意思是想跟我开战喽？女性人热爱和平，绝对不会向暴虐低头。杀！杀！杀！走。
雷玉，大哥，我来就是想知道，我们走到这个地步，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要走一步看一步，主要要看看春节的身体状况。那等春节好了以后呢？你又打算怎么做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也别再瞒我了。你难道真的要把碧血苍穹给女西族吗？ 就连你来救我跟赵放的时候，你都没有把真的拿出来过。元玉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算了，什么都不用说了。如果你再这样一意孤行的话，我只能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件事情。孔元玉，听令！我不管你有什么想法，在我下一步还没有决定之前，你不可以擅自行动。 你要听清楚，这是命令。你现在竟然还要再来命令我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已经背叛了皇上，你还背叛了兄弟，你现在有什么资格在这命令我？大哥，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。 有一天，你的刀竟然会架在我的脖子上，兄弟，这就是患难与共的兄弟。嗯。 你也想跑，阿雷兄弟，这怎么回事？还有两棍，抓起来！嗯，快走，走，走！组长，春吉。 别动！ 为了救你的命，我们女西族不惜与鬼王刀兵相见，你就这样报答我们吗？阿雷，我族救人非为图报，因为这是我们该做的事。族长，世间有日月，它就一定有黑白。他的命是命，那死去的长老们呢？你的性命呢？
你就继续容忍他这样以德报怨吗？他们不是人，他们是杀人狂魔。让开！不要，阿雷哥，长老们的死我也很难过。你杀了我吧，小青，就当给长老们报仇了。阿雷，你是族里的统帅，你应当相信仁义与慈爱的力量。日月悬挂一天，并不是为了分清黑白，而是为了照亮世间，引人走出黑暗。你不要忘记，世间天塌地陷，是谁炼采石补了苍天？是谁斩断鳌足，立足于四极？我们是女娲的后人，我们应当继承女娲的精神。我们闯的祸，我一定会弥补。现在，我就去找孔元运，会还你们女系族一个公道。战大哥，你一个人去只能送死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这里是鬼镇，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？不管是谁，只要踏入我们的地盘，那他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鬼王的眼睛。你叫孔元玉，那个不说话的叫赵放，你们的头叫詹灿，那个半死不活的嘛叫韩春吉。我还知道你们带走了女西族的宝贝碧血苍穹，怎么样，我说的一点都不错吧？好，既然现在你们全都已经知道了，那你也应该知道，我跟赵放被抓到这里来，詹灿是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的。孔大人，你好天真呐，你还想着詹灿会来救你们？不错，他是会来的，鬼王会请他来。但是我跟你打个赌，詹灿他未必会拿碧血苍穹来换你们的命。因为鬼王会让你心甘情愿的把碧血苍穹送到他手里。就凭你啊？鬼王还真是大方啊，为了使个美人计，还真舍得自己的女人啊。使美人计的不是我，是女西族的那个小丫头，你难道没看出来吗？詹灿的心早已落在那个小姑娘身上了。你说这男人的心啊，我怎么比你还懂呢？詹灿是为了救韩春吉。你别嘴硬了，詹灿怎么想的你心里最清楚。想想吧，你要是把东西交给鬼王，还有条退路可走，但要是交到女西族手里，你还能得到什么？再说了，就算你能回到京城，两手空空的，怎么交差啊？詹灿早就把你们的路给堵死了，你该不会傻的替别人做嫁衣吧？孟大人，好好歇息，
是输是赢，咱们拭目以待。魏王说了，要是詹灿真拿碧血苍穹来换你们的命，那我们永远敞开大门，恭送你离开。孔大人，啊，不，既然这个时候咱们能在一张桌上喝酒，我觉得应该能称呼你为孔兄弟。来，我敬你一个。兄弟，我没把你当外人，既然咱们都是兄弟了，有什么话不能直接说呢？好，东西你拿到了，我的路呢？这回头路恐怕没有了，但如果你不介意，我倒是可以给你指一条更好的路。你想想，这锦衣卫你当了这么多年，你得到什么了？是功还是利？上面一句话，你就得屁颠屁颠的来这种鬼地方。而且现在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，詹灿能放过你吗？你觉得你锦衣卫的路还能走得下去吗？要不是因为詹灿一意孤行，我根本就不会走到这一步。所谓千里马还得碰上伯乐。兄弟，我这个地方不大，但是山高皇帝远，我自个儿说了算。只要你愿意，我这里的这把交椅就是你的了。想要成功，跟对人很重要。多谢鬼王，兄弟拜谢。你的意思是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？从今天开始，鬼王的敌人就是孔元玉的敌人。好。元玉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，今天我就拿你的狗命为春季和赵凤报仇。
有鬼王，哪来的鬼后？再走一步就是深渊，我劝你还是回头是岸。回头是岸的应该是你吧，大哥，是你把我逼到这一步的。你投靠鬼王还害死了春吉。投靠鬼王？就凭鬼王怎么可能留得住我？我真实的目的是想引起他们两族之间的争斗，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可以拿走碧血苍穹。碧血苍穹本来就是女西族的宝物，我劝你还是尽快把东西拿出来，我还可以饶你一命，否则你就是违抗君命。现在违抗君命的应该是你吧？根本就忘了我们作为锦衣卫真正的使命到底是什么。我们的确是锦衣卫，可是我们首先是大明天下的子民。作为一个子民，我们就有责任维护家园的安宁，家园的和睦。现在为了一块石头，我亲眼看到女西族和鬼王两族之间的纷争，多少无辜的子民血流成河，这值得吗？没错，我也看到了，但是那些都不关我的事。我们的使命是要将碧血苍穹带回去交给皇上。皇上？皇上不是更应该洞悉民情吗？我们所看到的皇上更应该看得到。我们是锦衣卫，并不是一条狗，我们应该把皇上的厚爱跟仁爱告诉全天下的子民，不是吗？詹灿，你的境界还真是高啊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们完不成任务的话，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全都会人头落地啊，连同我们的家人全都会受到牵连，这些你想过没有？好，你说的这些全都不关我的事，明白吗？没错，做狗。做狗又如何呢？
小青回来了！小青回来了！那小青回来了！小青回来了！女娃保佑你。我代表族人感谢你。詹大哥，你怎么不去跟大家跳舞呢？詹大哥，你把碧血苍穹给了我，你怎么办？有句皇上不会饶了你的。这是我的职责，也是我的使命，我必须要回去面对。詹大哥，詹，山河分两边，终。